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捷要。尊敬的新加坡多元文化促进会全体同修及网络前的同修，诸位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佛说十善业道经讲记捷要》第26页倒数第二行从自性如幻这段经文看起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我们对一对地方。自性如幻，智者知矣，应修善业，以是所生运处界等，皆悉端正，见则无厌。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看起。这个经文接前面，佛在龙宫讲这个十善业道经。那么在大海当中这个龙王管这个大海的。在大海里面这些水族类的众生就很多了大大小小的。大如鲸鱼那小的呢，小鱼很细。那么形状、大小、颜色这个美好或者丑陋好看跟不好看的，那形形色色的非常的多。那么佛举出这个大海当中这些水族类的众生为什么这些形状、大小、粗细、颜色的美好以及丑陋有这种种的不同？那么佛就给我们说明了皆由众生心造善不善所致了就是众生的心每一个众生心想不一样。那么有的众生心他想善他的造作他的行为就善。有的心想恶他就造恶。那么大多数善恶都有善比较多还是恶比较多，总是善恶夹杂了因此这个身体的果报就不一样了那修善它那个形状颜色那就美好这个造不善就不好这个当中差别很多千差万别了。那么佛在这个龙宫举出水族类的众生，那我们没有去过龙宫那现在我们大家呢可能有去参观过水族馆或者呢海洋的水族馆那我们看到水族馆的这些水族类众生那这现在的这种类那也就很多种了那么我们去参观这个就可以想到十善业道经佛给我们讲着。那么水族类佛是举出这个水族类的众生差别这么多都是众生的心造善跟不善，所以他得的果报这个身体的样子就不一样善就比较好，恶就比较不好这个当中这个善恶差别也很多很大所以这个身体的情况有种种不同。
那么以此类推呢，那每一道的众生都是一样啊，啊，水族类啊是畜生道的一种啊，啊，那畜生道也有飞禽啦，也有走兽啦，那也是很多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爬的，那再到我们人间来啊，我们地球上的人类，那也很多种啊，啊，这些皮肤颜色、长的样子。啊，骨骼，啊，身体的健康状况，体质，啊，气质也都不一样啊。啊，那么这个都是众生啊，这个心想所生的，啊，心造善不善啊所生的，啊，那么造善呢，啊，啊，它长得就比较美好。啊，不善呢，啊，就讲得比较丑陋。那修善的人呢，啊，身体比较健康啊，那造作不善呢，啊，那身体就常常生病啊，所以个人体质也不一样啊，这个差别就很多。那么举出一个啊，以此类推了。那么这一切呢，都是诸法集起。啊，这个不是说有什么人在那里主宰啊，像西方的宗教讲啊，都是上帝主宰的啦，上帝制造的。那实际上啊，都是自己造的啦，不是上帝造的啦。啊，毕竟无主无我我所啊，都是自己造的啊。所谓啊，自己。制造啊，自己去享受自作自受了啊，这个当中啊，没有人在主宰啊，真正主宰就是自己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所以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我们自己这一生的遭遇好不好，那怪别人没有用啊。啊，这个自己自作自受啊，自己造作的，啊，你要改善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自己啊。所谓啊，解铃还须系铃人呢，啊，这个是我们必定要知道的啊，因为自己造只有自己能改嘛，啊，不是别人啊造给我们的啊，是自己制造自己造作。那么佛菩萨呢，也只是把这个事实真相啊给我们说明啊，劝导我们，给我们指导教我们啊，怎么去转这个业啊，这些道理事实明了了，那自己造的当然自己可以改变嘛。啊，所以了凡四训啊，改造命运的原理就是建立在这个上面。啊，那如果不是自己造的，那你自己怎么改啊，是上帝安排的，那上帝给你安排的命运很不好。啊，那上帝不给你改，你自己改没有用啊。啊，但是呢，事实是自己造的。啊，这跟上帝没有关系啊，啊，跟阎罗王也没有关系，啊，跟活菩萨也没有关系，啊，主要啊是自己的关系了，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所以了凡四训啊，阎了凡先生他能改造命运，他就是明白这个道理。啊，原来给孔先生算命啊。都是被算定了，他的日子过得很消极。啊，后来呢，遇到云谷禅师给他开示，啊，是命是自己造的，啊，这些道理啊、方法他明白了，就依教奉行啊，啊，断恶修善，啊，他把整个命运都。改变过来了
啊，那么这个也是实际的一个例子。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敬老和尚啊，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啊，他是啊，我是亲近他老人家五十几年了啊。啊，所以他说给人家算命不过四十五岁。那一年呢、啊，我已经在听经了，听了第二年了。啊，的确啊，那一年呢、啊，啊，他们三个借兄弟啊，同年呐、啊，都是给人家去算命啊，都出家了啊。算命先生说他们三个都不过四十五岁。啊，二月啊，一个走了，五月一个走了，七月他老人家生了一场大病。他也知道啊，时间到了啊，因为呢，他知道啊，他的家族啊都是四十五岁走了，他的伯父、他的父亲都是四十五岁就走啊，所以他很相信了啊，所以生病一个月啊，他也不找医生啊，已经开始学佛了啊，总是明白啊佛法的道理。医生啊，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命到了，神仙也救不了。所以也不找医生啊，就念佛求往生了。啊，念了一个月呢，又好起来了。啊，好起来，继续讲经了。啊，那么他延长寿命啊，就是发愿呐，讲经弘法。啊，他两个戒兄啊。他找他去学经教讲经弘法，他们不愿意啊，所以我们老上他这个改造命运啊，他是得力于啊讲经弘法这个功德啊，改变了他的命运啊，他改造命运的幅度啊，比明朝严老环先生还殊胜。啊，严了凡啊，孔先生给他算命啊，活到53岁。那么后来呢，他延寿21年啊，活到74岁。啊，原来啊没有儿子，啊后来生了两个儿子，很好，啊都做大官了。啊，原来啊做官只能做四川啊一大尹啊一个小地方的官。后来做到保底知县，那么整个命运、啊、大幅度的改变了、改善了。所以这个是严了凡。那么我们老上呢，他改造命运更殊胜了啊，活到去年呢、啊、96岁啊，所以45岁啊，他延寿延了啊。51年了，啊，严了凡呢，延了21年，他老人家延了51年，啊，那这个也是一个很活生生的一个例子了。好，我们在学习这个经典呢，那我们就不怀疑了。的确，命运都是自己造，啊，自己可以改，啊，能够啊把不好的改为好的。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接着、啊、学习、啊、这一段经文、啊、自性如幻、啊、那上面呢、啊、佛给龙王开示，那么到这一段、啊、就讲到、啊、自性如幻，这个自性是讲我们每一个人啊的佛性啊，自己的本性啊，就是佛性自性啊。这个如幻呢、啊，是说自性起用啊，就是自性啊，它起作用。那么自性呢，它是空，没有形象。但是呢，所有的相都是从自性现出来的。我们看这个
用电视屏幕啊来做比喻啊，电视的屏幕啊空空的啊，啊什么都没有啊，但是电视节目都是从那个空空的屏幕出现的啊。啊，那么出现的这些节目这些内容啊，千差万别啊，我们都知道啊，电视里面那些像如幻如化啦啊，那不是真实的啊，但是有没有那个像有啊，但是啊它是如幻啊，如同佛在金刚经所说的如梦幻泡影啊，我们现在看到了这整个世界就如同做梦啊，幻就是幻化的啊，好像那个变魔术啊啊，那个变魔术啊啊，魔术师啊变魔术啊，我们大概大家都看过啊，这个变魔术啊啊变得很真呢 啊，但是我们知道呢，那是障眼法啊，那不是真的啊，那是幻化的啊，泡啊就是像水泡一样啊，大海啦啊，这个江河啊啊，起风啊啊，它有水泡啊，这个水泡啊，泡沫啊，它很快就没有了啊，就是它存在的时间啊很短暂啊，如影啊，就像影像啊，我们看电影啊，看电视啊，这些影像。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现在看到啊，现实的整个世界啊，就是如梦幻泡影啊，就如同我们晚上做梦一样啊。这个晚上做梦啊，也有自己，也有别人，也有山河大地啊，那种种的都有。啊，这个梦醒过来啊，一场空啊，所以我们现在呢，看到我们现实的世界啊，就如同我们晚上睡觉做梦一样啊，我们晚上啊睡觉啊睡着了，我们做梦了啊，那白天这一切啊也都不存在了啊，我们又进入到另外一个空间维次了啊，那白天这一切啊也是如梦了。我们常常这样去观啊，那么就知道啊经文啊这一句的道理，自性如幻啊，自性啊起作用现这些相啊，但是这些相啊是如梦幻泡影。所以自性起用就是十法界一正庄严啊，这个十法界从佛法界到第一法界啊，这个称为十法界啊，这个一正庄严都是自性啊起作用所现出来的，不仅是十法界，一真法界也是自性起用啊，一真法界呢也不离自性了啊，十法界如幻啊，如幻如化，如梦幻泡影，那一真法界呢也不真呢啊，只是啊它不会变啊，十法界会变啊，但是呢它也是虚妄啊，所以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无论什么相它是虚妄的啊，就是此地讲的如幻的。这个我们用这个现在这个科技啊啊，这些电影电视啊电脑啊，这我们现在看手机啊，这些不都有相吗啊，那皆是虚妄的啊，所以这个相啊包括世出世间所有一切现象，那《金刚经》讲啊，这是虚妄啊。为什么说这个相是虚妄呢？因为它没有自性
啊，他是从我们的自信现出来的，啊，不是他自己有一个他自己的自体，没有，啊，他的体就是我们的自信，啊，我们的心呐，啊，所现的，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呐，啊，所以相是虚妄，性才是真实的。那么这一句啊，是一切法的理体了啊，讲到这个理论。我们再看第二条，觉悟的人呐，啊，法身大事住一真法界，住法上世界，住极乐世界，无一丝毫沾染。他们知道那都是梦幻泡影。啊，这个《无量寿经》啊，经文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明心见性啊，这些法身大士大菩萨呢，啊，他们住在我们娑婆世界，住在极乐世界，住在法藏世界。他知道啊，这些相都是虚妄，所以他不会受到沾染污染，他不会执着。啊，所以无爱无厌，所以他们就得到啊大自在了，啊大解脱了，啊知道啊，啊无论啊什么环境、什么相、哪个世界，都是梦幻泡影，都是自性啊所现出来的，啊它没有自体。所以不会受到啊污染了。三自责之矣，啊，这个自责是指诸佛菩萨。那菩萨当中呢，特别是指法身大士，啊，他起码呢破一品无明啊，证一分法身了，啊，是法身大士了，他们呢。都了解诸法实相，知道啊这一切法怎么来的，啊，它的事实真相他们了解了，啊，不迷惑了。那么了解之后呢，他们如何生活呢？啊，他怎么过日子呢？啊，下面讲应修善业了。他知道啊，这些是虚妄的，在生活当中啊，知道啊，修善业，那么为什么应修善业，应作应该应当来修这个善业，为什么呢？因为呢，自性如幻，所谓啊万法皆空啊，因果不空啊，这个因果啊不空啊，它循环不空，相续不空，转变不空，那这个有因果啊，啊虽然是虚妄，但是它有因果啊，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所以活菩萨呢也是作为我们的修学榜样，啊，做给我们看，啊，就是要远离恶，要修善，啊，因为修善呢，而你得到的这些善的果报啊，啊，所以这句话呢，也是劝告我们的法啊，这个诸佛菩萨都劝我们众生呢，应当要修善了。啊，不要造恶业，啊，所以佛对我们讲的不但是行善啊，言善啊，就是行为啊善，言语要善啊，心里面没有一丝好的恶念啊，那这个就是三业都善了啊，也就是
具体的讲就十善业了。啊，身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口啊，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啊，这个口的善业。啊，意啊，不贪，不嗔，不痴。啊，那么就是十善业。啊，应修善业就十善业。那么十善业啊，这十个条目啊，我们也是需要啊，这个做一些补充说明了 啊，不然呢 啊，我们看这个十条啊，我们都会念啊，但是不知道它的内容啊，它的内容啊也是很深广无际的。那么应修善业，佛在瞻察善恶业报经里面讲，凡是啊善，凡是好的善的，都归在十善业里面了啊，凡是恶凡是不好的，都归在十恶业。那么瞻察经这一段经文 啊也非常重要啊。过去啊有一些人啊学了佛，受了皈依啦，受了五戒啦啊，那五戒呢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啊，那不饮酒啊，不能喝酒啊，那这个受了五戒啊，那就这个佛规定不能饮酒啊，但是抽烟可以吧啊，因为佛没有规定说不抽烟呢 啊，所以 啊这个可以抽烟啊。那么也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如果我们根据瞻察善恶业报经这一段经文啊，那我们就知道了。那凡是不好的啊都归到十恶了。啊，虽然啊没有条文啊明白的指出来啊，但是啊它属于不好的。啊，经文啊有这个意思了。啊，不好的归在十恶啊，因为抽烟啊对身体也不好嘛。啊，那另外啊比如说吸毒啦，啊，打麻灰啦，啊，吃什么安非他命这些毒品啦，那你不能说是你受了五戒了，那佛没有规定啊，不能吸毒啊，只是不喝酒。如果这样啊，去解毒啊，那就错了啊，啊，这些都包含在这个里面了。所以应修善业啊，那么善呢，啊，凡是好的都是归十善。像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晚年啊提倡这个儒释道三个根啊，就是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那佛家的十善业道经啊，这个称为啊儒释道三个根。那么这个三个根呢，啊，十善业啊，当然我们学佛的人啊，他是善。那么《弟子规》《感应篇》啊，是不是也是欠善的呢？是善呐，啊。我们根据《瞻察经》讲的啊，凡是好的、善的，那都归在十善。啊，比如说孝养父母啦，奉事师长啦，啊，这个也都归到十善里面了。啊，这个敬业三福啊，啊，第一福，第一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啊，
那这个具体的落实就是《弟子规》了。慈心不杀呢，具体的落实就是《太上感应篇》。那么修十善业，啊，就十善业道经，啊，所以这个虽然十善呐，啊，没有讲到孝养父母，但是我们根据净业三福、第一福啊，还有瞻察经佛这个开示，那这个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都归在十善业里面了。啊，凡是善的都归在十善，凡是恶的都归纳到十恶了。啊，因此啊，啊，我们根据这个原理原则啊，那无论哪个宗教讲的啊，只要是善的，那通通是归纳在十善。啊，那都可以学习。啊，所以我们学了佛，啊，那学《弟子规》啦，学道家的《感应篇》啦，啊，这个都是修十善业，啊，就是十善业的补充说明了，啊，帮助我们呢修十善业的。那么这一点我们也要知道。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这个晚年特别提倡这三个根啊，因为看到学佛的人啊，知道修十善的人很少啊。为什么十善五戒十善修不好呢？没有基础啊，也就是说没有《弟子规》《感应篇》的基础。啊，没有这个基础啊，那十善业肯定修不好。啊，有了《弟子规》跟《感应篇》的基础啊，我们老和尚讲过了，你在修十善业就不难了。啊，我们现在呢，仔细啊去看呐，《弟子规》《感应篇》，那真的啊，帮助我们修十善业了。所以我们修十善业啊，啊，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这个两步就是前方便啊。我们修十善业的前方便啊，这个两步啊，儒道这个根呢，啊，做到了，那自然呢，啊，我们就知道怎么修十善业了。啊，修十善业就不难了啊。如果没有《弟子规》《感应篇》的基础，要修十善业啊，啊，的确不容易啊！啊，因为啊，我们不知道十善呐，啊，它具体的内容涵盖哪一些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啊。那特别净业三福啊，我们一定要对照。这样啊，我们才会不会啊，啊，学得不圆满啊。所以现在呢，这个善我们都做不到，那么受三皈依、受戒，那就更困难了啊。所以现在呢，佛门呢，啊，也年年都有开这个戒坛啊，让人家受戒啊，在家居士啊受五戒、八关斋戒、菩萨戒啊，出家众啊受三坛大戒啊。但是这个戒啊，弘一大师说过啊，有名无实啊，受戒一个名义啊，事实上啊，不知道怎么持戒啊，也得不到戒。啊，为什么呢？没有善的基础啊。这个我们根据净业三福啊，啊，这个次第啊，这个层次，我们就很明显了啊。你没有第一福的基础，不要说受戒了啊，不要说受五戒
啊，你受三皈依都落空了，就不是真正三宝弟子。啊，那么真正要成为一个三宝弟子啊，三宝啊，皈依三宝，它还不是受戒，啊，是入佛门呐、啊、的条件，就是要皈依三宝，啊，皈佛、皈法、皈僧。啊，那么净业三途啊，也很明显给我们提出来啊，那真正啊，一个三宝弟子、啊、还没有受戒。啊，只有皈依啊！现在很多人皈依了。那么皈依啊，真正的条件就是要有第一福的基础啊。那这样啊，才能入佛门啊，接受三皈依啊。不然啊，三皈依也落空了啊。现在皈依的人很多啊，但是没有第一福的基础。因此我们净老和尚啊，大慈大悲啊，呼吁啊，啊，劝我们学佛的人啊，皈依了，受戒了，要补习啊，第一福的功课，补习啊，以前没学过啊，现在要补习啊。啊，从弟子规感应篇学起啊，那再落实十善业啊，那么我们补习这个功课啊，我们就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三宝弟子，不然我们这个三宝弟子也 就有名无实了，就变落空了。啊，所以这里讲应修善业啊，这个义理啊也非常的深广啊，那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啊去体会。啊，所以印光大师他再次啊提出啊《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这三本书都讲因果的啊，凡是跟这个相关的典籍呀 我们都应该要学习啊，包括我们净老和尚这个晚年呐、啊、提出这个《勤书治要360》啊，在十几年前呐、啊，在马来西亚啊，蔡老师就讲过了。啊，这个也很重要。啊，还有台中联社李老师编的《常理举要》，啊，《伦理讲记》，啊，这个都啊跟《弟子规》啊相关的经典，我们都必须啊互参要学习，啊，我们才能够深入。啊，都是帮助我们修善。那么修善呢、啊，不但行善言善呢、啊，心里恶念都没有啊。那么今天早上啊，我们跟我们这个华藏的同仁呐、啊，啊，这个攻读《太上感应篇》啊，那么跟大家学习这个《感应篇》直讲啊，啊，学习到这个后面呢、啊。紫微章啊，第八章紫微章啊，指出啊隐微之处啊，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啊，我们身体的行为动作啊，我们口里的言语啊，这个在外面大家都看到听到的啊，这个行为好不好啊，言语啊善不善啊，那这个我们都能看到，都能听到啊。但是我们这个起心动念啊，心里啊，那我们一般凡夫看不到啊。啊，一般人啊，没有神通，没有他心通啊。你心里起恶念还是起善念呢、啊？那不知道，我们一般人不知道，没有他心通啊，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天地鬼神知道。啊，当然佛菩萨呢，是最彻底明白的，啊，但是天地鬼神呐、啊，知道我们人心呐、啊，起心动念呐、啊，起善还是恶，啊，所以《感应篇》在紫微章啊，指出这个隐微，我们内心的起心动念。
起个善念要利益人的念头啊，这个善，要帮助人的念头，这个善念啊，善虽未为啊，吉神已随之啊。你起个善念，你这个善事还没做啊，这个吉祥的神啊，他就跟随你了。或先起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或者呢，你先起个恶念，损人利己，自私自利，起这个恶念啊，那要占人家便宜，那这个恶念啊，起来啊，恶事还没有做，凶神已随之啊。所以起心动念。感应啊，吉神凶神，那我们每一天啊，从早到晚我们起几个善念，起几个恶念啊，这个我们要常常啊自己去观察啊，提起观照啊，看看自己的起心动念啊，好，我今天一天起了几个善念，起了几个恶念。那古人啊，有记功过格啊，那啊也有用黑豆白豆的啊，这个在《太上感应篇》汇篇里面都有记载啊，也有记功过格的啦，也有记用这个两个瓶子啊，但修这个心呐 就是他用两个瓶子。如果起一个善念，好的念头啊，真的一个瓶子装白豆啊，丢一个啊，起两个善念呢，丢两个，那起恶念呢，就丢一个黑豆啊，另外一个瓶子。那刚开始修啊，一天下来啊，从早到晚呐，到晚上要睡觉啊，哇，来看到这个黑豆啊，一瓶满满的啊。那个白豆只有两三颗啊，那这个比例悬殊太大了啊，那就提高警觉了啊，这不行啊，怎么都起恶念呢？后来不断的啊，一直修啊，善念呢、不断的增加啊，那恶念呢、不断的减少啊，这样努力用功啊。那么慢慢的这个白豆就慢慢增加，黑豆就慢慢减少。这样认真修，很认真的修修了三年每天起心动念都是三年都是利益人没有自私自利了黑豆没有了都是白豆了后来呢起心动念都是善念。后来他就这个瓶子就丢掉了，不用了他修成就了。那么这个也是可以提供我们一个修学的一个参考。那么我们念佛人过去我们净老和尚是教我们这个心里头我们修净宗的同修最好生净念。净念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佛。这一念叫净念。那么这个净念这个念佛这是我们净宗同修这个净念你修成功了那你就往生极乐世界了那跟极乐世界感应了那是超越十法界了。那么如果修善念会得人天福报将来来生再来做人或者呢修得更好会升天到天道去去想天福
啊，但是人天福报啊，毕竟还是在六道啊，还不究竟。所以我们念佛人啊，那提起净念是最好。但是我们要提起一个净念啊，比如说你修善念，要修到纯善，不夹杂恶念，那也要很用功修啊。我们刚开始修啊，总是有夹杂，像那个黑豆白豆，它就夹杂恶念多啊，善念少啊。修到后来了，纯善了啊，它没有恶念了。那么我们念佛用净念去念啊，念到没有夹杂啊，善恶念通通没有啊，因为善念啊生三善道，恶念呢生三恶道。啊，都在六道，啊，唯有净念呐，那超越六道十法界了，啊，到极乐世界去了，啊，那当然这个是最殊胜的啊。那我们是可以用念佛这个一念来代替这些所有的念头，啊，那这个念呐，啊，是至善。啊，纯净纯善的啊，就是净念了。那么我们净念啊，念到真正的净念，就是不夹杂才算净念。啊，我们现在念啊，总是会有夹杂，啊，不是夹杂善念，就是夹杂恶念，啊，不然就是无记念啊，啊，这些妄念总是会夹杂。啊，所以念到啊。这个不夹杂了，那净念就成功了啊！所谓啊，多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智得心开。那么我们现在念佛啊，大部分是口念了啊，都是大部分是有口无心的，我们口中在念佛啊，心里在想其他的事情啊，心里想其他的事情，就是你心在念其他的事情。你不是在念佛啊，这个念佛就是今心，你现在这个心啊是在佛号上啊，没有念其他的事情，这个才是叫念佛啊。那我们如果口念佛啊，啊心在想其他的事情，心在念其他的事情，这就不是念佛了啊，这只有口念啊，不是心念啊，这个念是今心呐，啊，重要是心念啊。那口念呢，啊，是帮助我们心念的啊。这个，我们可以从这边去练习啊。我们练习啊，这个念佛的时候啊，就把万念放下。那刚开始我们没有办法很长时间。你从这个短时间啊，念个三分钟、五分钟也可以啊，或者呢，念个过去台中莲社啊，雪庐老人啊，他传授大家呢，念这个108声佛号啊，像这个念珠啊，108颗啊，这个戒珠不算108颗。那么这个他念佛他不要求多，就是108句佛号啊。啊，你这个念108声的佛号啊，这个当中不能够夹杂一个妄念。啊，如果你念到107句啊，起了一个妄念，那不算了，重来，从第一念再继续念。那你一定要念到108，哎，这个过程都没有夹杂一个念头妄念进来，那这个功课才算完成。那这个108句念的没有夹杂妄念啊，等于你善心念夹杂妄念的念佛啊，这是好像是几十亿念的比例啊。所以念佛不必求多啊，所以这个念珠啊108颗的。它主要是啊，要么念108句佛号啊，那你念一句佛号啊，拨一个珠啊，那你都是要
不能夹杂一个妄念啊，那这个功课啊才在念完啊，大家可以试看看108句。我试过啊，108句起了好多妄念啊，一下想这一下想那个啊，那有时候又想到，哎，这个事情没有做，哎呀，要什么事情呢？啊，那个念头啊，他自己就跑出来啊。那你不要去想，他自己就会跑出来。啊，所以我现在呢，先从十念，这个开始。这个印光大师讲的十念法啊，十念是十句佛号啊。啊，你从一数到十，啊，就重复的。一数到十，一到十，一到十啊。那么你念一到十，就是你念到哪第几声佛号，你要记得很清楚啊，是第几声佛号啊？第四声、第五声到第十声，不能多啊。印光祖师讲啊，不能多，你只能十句。那十句念完，要从头开始一到十啊，这样记。那么如果你十句佛号啊记不住，你可以分两段啊，一到五，六到十啊，分两段记也可以啊。如果两段还记不住，分三段啊，所谓啊三三四啊，就是一到三，四到六啊，七到十啊，这样三三四。那么我现在念大部分都是一到十啊，念六字也好，四字也好，一到十。那如果你能够提升到啊，念108句都不夹杂一个妄念，哇，那这个就也相当有功夫了哦。啊，你不要小看，那这108句很快啊，啊，是很快，没错啦。啊，问题你不能夹杂妄念呢。啊，那不夹杂呢，那它就有功夫了。这个就念佛有功夫，虽然时间不长啊，但是他的确有功夫。啊，功夫就比较深了。啊，念十句啊，啊，那功夫浅一点。啊，那108句的功夫就深了。啊，但是印光大师这个一到十，一到十，一到十，这个你周而复始一直念，一直念，如果连续啊，那也是有同等的效果。啊，这个是降伏妄念呐，一个方便法啊，方便法。那么我们现在呢，一下子没有办法达到108句啊，我们可以从一到十，十句佛号是从这里开始啊，这个就比较容易做到啊，大家不妨啊试试啊，就是我们念佛啊。也必定啊，要念几句啊，是真正是在念佛，没有夹杂的啊。虽然啊不多啊，但是他是真的在念佛。那其他的时间呢？啊，那散念呢、啊，那就多多益善了 啊，念越多越好啊。那么如果要求这个功夫啊，要能够提升啊，就要在这个当中积下功夫，从这个地方下手。那么是讲到这个心里没有一个恶念呐 啊，这个提供这个念佛啊，祖师大德啊提倡的这个念佛的方法给大家参考啊，大家不妨一试啊，由少而多啊，只要啊念得有功夫啊，这个就起作用了。所以不一定说你要念很多啊，最重要啊，要念得真念啊，真正念佛啊。所以念佛啊，不能又想这个啦，想那个啦，啊，想什么地方好吃的啦，好玩的啦，那些想那些通通是夹杂啦，那就不是在念佛啦，口在念啦，心里是在念那些东西啦。好，我们再看下面第四条。以是所生印处界等，印处界是所生，
自信是能生能现能变，自信能现是属于他的本能，至于能变，能变是迷失了自信，自信所现的现象就会产生变化，将一真法界变成实法界，变成无量无边的法界。那么这是修善业啊，以是所生应处界等，应处界就是所生了。这个自性啊，它是能生能现能变的，能够生的是自性，应处界是所生的，是自性啊所生的。自性能现啊，是属于它的本能。因为一切法一切相都是从我们自性现出来的，像我们晚上做梦啊，梦山河大地有自己有别人，一切一切梦醒过来啊，那谁在做梦啊？梦中那些景象从哪里来？都是自己心现出来的，除了自己的心以外啊，没有别的啊，就是自己的心啊。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整个世界，有自己，有别人，芸芸众生，有这万事万物，山河大地，从哪里来？从我们自性现出来的。所以自性能生能现，那么能变呢，是自性迷了，起心动念，就变成阿赖耶识，是啊，它就有变化。如果觉悟了，它就没有变化了所以事在变，心在现所以这个我们看这个电视电视能够现象那个荧幕空空的嘛，就是我们的自心我们心是空的，但是能现象，像是从那个空里面现出来。那么我们频道一直转这个节目一直换那个是事能变千变万化了，千差万别了所以能变是迷失了自性自性迷了就变成事是那个妄事在变了中弘国师在三十七念给我们开示诸佛勿痴假名为心呢？众生迷之变成妄事。那我们迷了就变成妄事了，妄事就是它会变了。那觉悟了，它就不变了。所以这个自性迷了那么自性所现的这些现象它就会产生变化，千变万化那么将一真法界变成实法界变成无量无边的法界都是妄事在变。那真心它不变它只是能现。所以都是我们自性唯心所现唯事所变的。那当然我们要变什么样，那变好还是变不好，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你要变好，你要得修善；变不好的造恶业我们再看第五，知是缘，修善是因，所生应处界等皆须端正是果，见则无厌是善报。众善因得善果，运是五运，即色、受、想、行、识。色是身体，受、想、行、识是心理现象。心经云：照见五运皆空，五运把宇宙之间所有一切法都包括尽了。这个智则知矣。这个知是缘了
哪知道啊，这个延伸法啊，这个一切法从延伸的啊，那么延伸它没有自性啊，修善呢是因啊，善因呢、啊，那么你修这个善因所生应处界等皆须端正，这个是果报啊，这个应处界就是环境呢、啊。你生活环境，你的身体都很好啊，因为你修善业嘛，身体也好，身体健康，健康长寿啊。那住的环境啊，周边的家亲眷属啊，也都很好啊，正报依报啊，这个环境啊，都端正，都很好。那么这个是果，这个修善啊，所以我们到一个环境啊，你去感受它的磁场啊，这外国人讲磁场，中国人讲气氛氛围啊，你感受啊很祥和啊，这个心啊很清安，那就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善了、啊、善心了、啊。那么呢，如果到一个造恶业的地方，然后你走到那个地方啊，你心里就都毛骨悚然呐、啊，啊，那个氛围啊很凶恶啊，你去感受他们的磁场啊。那个如果有人啊，那个杀身很重的，杀气腾腾的啊，那你去跟他接触啊，那你也感受到啊。啊，他那个磁场啊，杀气很重，啊，就是感觉到很不吉祥，啊，所以这个氛围啊，这些能量啊，都是那个地方的人心呐、啊，造善不善啊，你到那个造不善的地方啊，你一去你也感觉得出来啊。所以啊，一个环境的好坏啊，都是根据啊当地这个人心的善恶，人心善，他那个环境地理环境自然就好啊，人心恶啊，造恶业啊，那就很不好啊。所以有一年我到美国密西根呐 啊。那个大学啊请我去讲课啊，那讲完呢，那些同学啊要载我去玩啊，他悟道法师我载你去一个地方玩，但是啊他给我先给我讲啊，他说我载你去那边啊不要下车啊，叫我说不能下车啊，载我到底特律去啊！他说：“我们去，我带你去看那个啊，专门在抢劫的地方啊，都不能下车的啊！如果我们一下车，恐怕马上就被抢了，人家枪拿出来要抢了啊！”他说：“我载你去那边逛一下啊，因为他那个车上都放我那个四字五音的佛号啊，那他都喜欢我那个四字五音的，然后真的就载我去那边逛一下。”哦，真的，我们去到那边跟学校那个磁场的差太大了啊！那边呐、啊，那个墙壁啊，乱画。那真的，你到那个地方了，真的你就不敢下车了。啊，他说可能你一下车啊，后面来人家枪就拿出来了，全拿出来啊。那真的啊，那个你进到那个地方啊。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那边常常在作案的啊，这个抢劫的、杀人的，所以这个环境啊，都是人造出来的嘛。那有一次我到法国也是一样啊，在半路啊，那个时候，开车啊，同修啊载我去。从英国开车载我到法国去，在半路上啊，到个地方啊，
那碰到一些人啊，好像不是法国当地的人，那不知道哪一个国家的啊，那个感觉到那个磁场就很恐怖啊。啊，所以什么叫恐怖分子啊？这个你去感受一下就知道了啊！啊，真的真的很恐怖啊！就是那个磁场让你感受到那种凶恶的那种氛围。所以这个地方佛给我们讲，众善因得善果啊！啊，运啊，就是五运呐。啊，就我们的身心世界了，色受想行识，色是讲我们这个身体，还有这个物质的环境，啊，都是色。那受想行识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心理现象。那么造善业啊，我们心理现象就很祥和，啊，这个心呐，不会胡思乱想，不会很乱。啊，如果你造恶业呢？这身体不好，心理也不好啊！你看现在呢，很多啊，去年啊，我到一个老同修家里，他就住在我们附近啊。那么他一个女儿啊，这个很久没有见面了啊，去到他家呢，然后就问他呢，好几年没见了，你在做什么啊？那么他说啊，他做心理咨商的啊。我说什么叫心理咨商？人家心理有问题啊，去给他辅导的啦。我说这到哪里辅导啊？啊，都要约在外面的咖啡厅啊，什么地方啊？啊，个别跟他辅导。啊，所以现在呢，这个社会啊，得忧郁症、躁郁症的很多，啊，心理不平衡。不满现实啊，因为啊没有学中国传统文化，那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他也不晓得为什么莫名其妙，难免呐，那个心理的情绪啊就会怨天尤人了。那怨天尤人，你解决不了问题啊，这些业都自己造的啊，他不知道啊，你怪别人有什么用呢？怪别人没有用啊。要知道啊，回头反省自己啊，依照经典啊，古圣先贤的教导，修正自己，问题才能解决啊。你怨天尤人啊，只是增加罪业了啊。所以现在呢，这个心理有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啊，而且心理啊偏差。啊，一些不正常的这种心理那种想法很多啊，啊，特别现在网络啊、手机啦，看到这些形形色色的，啊，那个不好的很多啊，啊，那你接触到了，啊，被这些所迷惑了，那就受严重污染。啊，所以这个受想行识啊，心理现象啊，啊，所以我们修啊，啊，修心呐，啊，非常重要。那么《心经》讲啊，照见无蕴皆空，啊，那这个很高的境界了，啊，无蕴是空的，啊，我们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无蕴当作真的不空，所以我们就有障碍了，就苦受了。啊，好像在做梦一样啊，不知道是做梦啊，做噩梦啊，啊，那个很难受啊，啊，很恐怖啊，啊，如果知道是梦，那你就远离恐怖颠倒妄想了，啊，度一切苦厄了，啊，所以《心经》讲到这个最高就是照见五蕴皆空，我们这个身心世界啊，就是做梦。不是真的啊，所以无蕴呢，就把宇宙之间一切精神物质一切法都包括进了。我们再看六
释出世间所有一切物质现象，用一个色字代表。心法说得详细，有四个，受是感受，想是思维，行是刹那不住，指生灭念头永远不会停止。前念灭，后念生，这是行。行是念念不住，事是含藏。你所造作的，无论是善法、恶法、无记法，若现影子，含藏在阿兰也识里面。阿兰也识含藏的种子，永远不会消失。一缘它就起作用，就升起现象。一般讲受报。那么释出世间所有一切物质现象啊，都用个色字代表啊，我们的身体啦，我们这个环境啊，所有有物质现象啊，就是一个色来代表。那心法呢，说的比较详细了啊，受是感受了啊，我们有苦受，有乐受，有不苦不乐的受。想呢，就是我们心里啊思维想象。行是我们心里这个念头啊，刹那不住啊，前念灭，后念生啊，这个永远没有停止的，没有暂停的啊，这个是行啊。如果我们那个起心动念呐 这个弥勒菩萨讲一弹指32亿100千念啊，一秒钟可以弹五次，就1600兆。个念头过去了啊，那个其中的一个念头，如果你停下来了，前后即断，那你就见到不生不灭了啊。这禅宗讲的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那个妄念断了啊，那一念就是无明啊。那么我们还有这个无明啊，这个生灭念头永远不会停止。这个是行啊，就念念不住，事是含藏啊，我们迷了啊，自性啊变成阿兰也啊，阿兰也就含藏啊，你善的种子、恶的种子啊，不善不恶的无记，这些种子都含藏在阿兰也识啊，存档啊，它不会消失的啊，一到缘它就起作用啊，就升起现象。那一般讲啊，就受报了。我们再看第七，经上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了解事实真相，这个人决定不会作恶。为什么？做好法之恶，也要自己受诸恶报。我们所造作的不是别人受，而是自作自受。那么这一条讲的也是很明白了啊，这个造作的业呀，因缘会遇啊，果报还自受啊。所谓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因为不是说马上造马上报啊，它有一个时间，有个过程啊。那么这个时间呢，因缘呢，聚会了，碰到了，那就受报了啊。所以这个因果报应啊，丝毫不爽。那么你可以不信佛教啊，这个星云大师讲啊，你可以不信佛教啊，但是你不能不信呐、善恶因果报应的事实啊。这个因果报应啊，你相信它是事实是这样，你不相信它还是这样啊。那不是说你相信它就有，不相信它就没有，那我们通通不要相信了，不就都没事了吗？那事实不是这样。所以你不信佛教可以，但是你不能不相信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这个因果的定律
是真理啊。那么这一切啊，我们总是要常常提起，提醒自己啊，这一切都是我们自作自受了。那个不要去怪别人啊，怪别人啊没有用，反省自己啊，自己改过修善啊，那问题才能解决啊。所以这个孟川老和尚啊，他这个在文革的时候啊，那受尽苦难了。那么有一年啊，这个我从美国西雅图到这个加拿大温哥华啊，那西雅图的同修啊开车载我过去啊，那我一个小学的同学啊，一个班长啊，他移民到那里去啊，他听说呢，这个他也学佛了，他亲近佛光山啊，听说孟川老和尚啊到一个陈居士的家里啊，那个陈大川居士啊，好像这去年也往生了。他到叫我到他家呢，去带老和尚一个皮箱啊，叫我带回来啊，交给老和尚啊，他就去他家啊。那一天呢、啊，刚好孟川老和尚去他家住。那我那个同学说很好奇啊，就问问他那个文革是怎么过的啊。那孟川老和尚他有讲这个《地藏三经》啊，有讲《旃茶三乐业报经》啦，《地藏十轮经》《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三部经啊，他很有研究啊，也有很深的体会啊，特别是旃茶经。那么前几天啊，我也看到有同修发在这个啊问候早安的啊，有把这个孟川老和尚的法语啊，我发到那个这个微信呐、啊。那么他讲了一句话呢，也是很真实的啊。他的人家问他呢，啊，为什么这个世间这么不公平啊？啊，很多不平的事情啊。啊，他就开示了，他说很公平啊，都是自作自受，哪有不公平的啊？这个啊，这个就是讲因果了啊。他你自己造作自己受的啊，你自己。就《太上感应篇》第一句话讲啊，祸福无门啊，为人自造啊，善恶自报，如影随形啊。灾祸福报没有门路啊，你自己找来的啊，自己去感召来的啊。你善感召善报，恶感召恶报，都是自作自受，你怪谁呢？啊，你只能反省自己啊，改过修善了、啊。啊，这样才能改善了、啊。你怪别人没有用了、啊，怪别人怨天尤人，只有增加业障。啊，所以他讲这个话也是很经典的了啊，都是自作自受，没有不公平的。啊，所以我去他家呢，听他讲，嚯、哦，你受那么大的苦难呐、啊，那个出家人呐、啊，那个。不把你当人看呐、啊，啊，对出家人特别招待，呵呵，那红卫兵啊，啊，那对一般人他还比较一般一点，对出家人呢，哦，好、啊，你吃素，好、啊，啊，你现在不准吃素，你要吃肉，呵呵，就叫你吃肉。那黄念祖老居士在文革的时候也是被整的，听说他是邪佛的，啊、好，你邪佛的，好，杀猪。啊，排一个，那有很多人真的受不了就自杀了啊！啊，那黄念老啊，他这毕竟那修行功夫高啊，啊，转境界啊，他说啊，排我去杀猪啊！他说呢，我在文革受的那个苦难啊，他说呢，分几分之几啊，给人呐、啊，人一般人都活不了了啊！他说杀猪啊。那帮助我提升境界啊！啊，他那个一刀下去，猪的肚皮破开啊，那个内脏一打开，他说
原来看出一只猪啊，原来它的内脏跟人是内脏是一模一样啊。他豁然大悟了。他的杀猪啊，那帮助他提升境界啊，他懂得怎么修啊，那这种逆境啊变成他一个正上缘。所以这个孟老啊，我觉得他修行也很高。我去陈道端他家跟他吃饭，听他讲话，他一句怨言都没有。他说这个是我自己过去生造的业，跟他们结冤仇。这一生力道啦，还债呀、所以他很坦然啦、他就没有一句啊怨恨的话，没有一句不满的话。他真的深入观察三恶业报经啊，那业因果报啊。所以他讲出这句话，都是自作自受，哪有不公平的啊？那的确，这一句就说明啊因果。一切啊都有前因，三世因果。你不能只看这一世这个阶段，我们过去的还有未来的。所以我们造作不是别人受，我们自己做就要自己去承受，别人也代替不了。像无量寿经讲的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词。这一句不讲得很清楚了吗？我们人在这个爱欲之中恩爱我们的家亲眷属，你再怎么恩爱，那事实是怎么样呢？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之。独生就我们来这个世间出生我们自己来谁陪伴我们独生很单独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都很孤单的，都是很单独的。我们来这个世间出生，自己来没有人陪我们来死了也自己走那也没有人陪伴了。纵然同时死的，个人去的地方也不一样因为造的业不一样不是两个人一起去死，那去生的地方就会一样不一定了。你那个业不一样，那去的地方就不一样了嘛。独生独死，独去独来都是单独来，单独去。苦乐自当受苦受乐都自己去承担无有代之，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在肚子痛，别人能代替吗？不行像我父亲要过世那个痛苦得不得了因为也是果报因为没学佛，杀生太重所以我想代替他承担一点苦，不行，没办法所以苦乐自当，无有代之这个是事实真相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切自作自受所以佛告诉我们这个事实真相劝我们要怎么修学才能得到究竟解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得究竟解脱了这才是我们主要的目标。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这个学习到这一段经文的讲第七条第八条我们下一次再来学习。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新加坡的同修以及网络前的同修，现场的同修。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身心安康，六十吉祥，阖家平安我们下下星期再来一起学习。阿弥陀佛。